蹭一下子来了来了，太快了，这站点的吓人呐，兄弟！妈，刚上来干个美食榜第六干啥呀？啊，刚上来拍这么多的单，你这是吓唬谁呢？啊，听个曲儿干个美食榜第六吗？感谢老铁刷礼物来，太狠了，兄弟们啊！欢迎欢迎老铁们，没点关注的搂一波，没加灯牌的赶紧加灯牌啊！加灯牌成为铁粉啊，兄弟们，要不然咱们的容易误伤啊，误伤，因为每天在直播间拉的小黑粉大侄子得几百人，听好了啊，听好了，给小灯牌整上啊！全网有要灯牌要的这么强硬的吗？就你七哥，没办法，内容输出，咱不是搞娱乐的啊！对，别伤着你啊，别伤着你，小灯牌小灯牌要整上啊！整上灯牌儿，稳当的啊，稳当的，要不然一天拉黑几百人呢。我告诉你啊，这大侄子有点多，今天老美又拨了16亿呀、啊！我操，能到大侄子手里16块钱就不错了啊！一会儿我好好埋汰埋汰他吧，兄弟们，好不好啊？先以战略为主啊，先以战略为主，兄弟们，好吧？对，小灯牌都给我送上啊！这要灯牌还带点威胁的口吻，全网就你七哥了啊！我是真不要脸，那没办法，兄弟们，天天你被拉黑了还找我，找我干啥呀？你肯定没带灯牌，完了你就说点不三不四的冷嘲热讽的，那不拉黑你拉黑谁呀？啊，咱这块咱的直播间对大侄子容忍度为零啊，一个都不要，不能掺杂任何大侄子的信息，只要见着大侄子直接拉黑。拉黑就完事儿啊！我心情好的时候拉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再拿你开开练，啊，拿你做做直播效果，好吧？兄弟们，来把灯牌都给我加上来，咱们只针对大侄子啊，不针对咱们铁粉，好吧？灯牌上来就是铁粉啊，兄弟们，哪儿的灯牌？灯牌在我七哥头像旁边的小黄心，给我点开了就灯牌了啊，好吧？嗯。破防了啊！七哥说啥了？昨天说了，这美的真是来了，憋不住了，破大防了。嗯，今天通过一系列的所谓的法案，但这还没完啊！一个礼拜，七哥就预测了他的这几项法案，我都说完了。今天来看看啊，美国大幅度调整对华产品关税啊，首先是电动汽车关税提高了100%啊，其次。太阳能电池加征50%啊，钢铁以及铝还有电动车的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还有半导体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这老美是破大防了，留给昂萨犹太的时间确实不多了，兄弟们确实不多了，自个儿这小院高墙建的还津津有味呢啊，这也是老美。历史上就是当帝国之后，在非战争状态下这么破防的，首一个、哎、对待咱家，哎，这是第一个啊，他对待对手在没非战争状态下啊，这货挺有意思啊，这啥呢？首先四个字儿，收割战略失败，完了无能狂怒，无能狂怒，最后呢，完了就是来一套什么呢？穷途末路，没别的招了啊！七哥说过一个词儿，叫战略诱骗。你看没有，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剧本来的。所以说呢，在民主党下台之前，必须把这些条子全上来。我没说吗？老美对咱家思想刚硬，搞了几十年呢。特别90年代那帮大公知、那帮大侄子，那是根深蒂固那种思想刚硬呢。再有一个和平时间太长了，很多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们说嘛，咱家需要一个这种老美这种的这种海盗这种流氓他需要一个这种对抗。战略诱骗在哪儿呢？让老美自己去发起这种对抗，这样能做出来内部的一个民族觉醒，以及统一战线，以及让大侄子们无处藏身，露头就瞄，让什么买办们没有任何话说，让投降派贵族们都不能站在老美的面前说话，
不能替老美说话，这就是老美玩这些，只能更加促进咱家的内部的凝聚力跟团结力，更能让老美这么多年在咱家搞的思想钢印直接土崩瓦解，这叫战略诱骗，明白吧？反霸权，你不是说的，哎，咱们只是搭台子让别人唱戏。咱们扛大旗，让别人扯虎皮。对，咱们把事儿、把口号喊起来，别人去干。但是呢，老美就得破防，破防他就得玩反抗。他这一反抗，实际上他就上道了，他就来了。而且咱家为啥很多人说啊、哎、很生气呀、啊？老美这么玩，咱家为啥不对等回应呢？企鹅告诉你们一个点了，对等。实际上，这就是老美想要的。老美以前在这种不管是冷战时期啊，包括以前对英法德日，全是这个态度，全是这么玩的，玩极限对抗。完了呢，你再对等回应，最后形成一个新冷战的局面，最后导致他们西方内部的附庸国们不得不跟着老美一直走下去。这让极限对抗分成两个阵营，没有模糊派。这个不是咱家想要的，明白吧？不是咱家想要的啊，所以说呢，对等只能让咱家跟他们整个西方阵营集团发生更激烈的对抗。阵营你要明白，咱们反霸权只反一个，就老美自个儿，明白不？咱们还在内部跟他玩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各个击破，这才是真正的玩家。老美那套呢，以前跟苏联那套、跟英法那套吧，过时了。明白七哥说啥意思吧？所以说呢，这叫战略诱骗。老美破大防了，玩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收割失败。现在呢，欧洲那边是让老美舔血包呢，欧洲日韩老美在那舔血包呢。但老美是个无底洞，老美现在只有两个：第一，我说了。打败俄罗斯，肢解俄罗斯，拿到俄罗斯的所有资源能源，老美能吃饱，最起码能填平。第二，拿走咱家改开之后的所有红利才能吃平，其余在这个地球上全给老美填血包，老美也吃不饱，连半饱都吃不上。所以说呢，他想拿到的是两强。只有两强有一个有资源，一个有改开红利，这才是主业。所以说。老美收割失败，那边不能打败俄罗斯，这边对咱家收割失败，那怎么办？只能破防，破防了，当着全世界面告诉全世界啊，他家中国的电动车太厉害了啊，我给他打波广告，我先起个头，收他100%的关税。为啥收他100%呢？因为电动车太厉害了，一到我家的汽车全完蛋啊！听好了啊！我先给中国新能源打个广告，哎，这是老美的最高礼仪啊，最高礼仪给咱家新能源打广告，这是好事儿，听着没有，兄弟们，这是好事儿啊！老美自个儿把自个儿的路给封死了，我打个广告啊，全世界懵了，为啥要收中国新能源电动汽车？好多国家都不知道咱家产汽车，以前用的都是日本的、德国、美国的。啊，都是他几个汽车，什么丰田、本田的、宝马呀，什么奥迪、奔驰，什么通用汽车，都老美的，好多国家都不知道咱家产汽车，这是实话。虽然咱家汽车销量非常高，现在全球咱家第一大出口国达到3000万辆，但是毕竟好多国家还不知道，还没反应，还用着什么德日美国的汽车，还认为没过时呢。但是不好意思，不用着急。不用咱家宣传，咱家像比亚迪这种汽车企业，省了很大一笔在全球的宣传费。因为啥？老登给代言呢？老登啊，美国老登给代言，直接告诉全世界，不中，他电动车太厉害了，不行，我得收他关税。所以说呢，什么叫自信？什么叫不自信？什么叫小院高墙？这老美玩的这个一个花花。芯片，咱家啊进口最多，每年3、4千个亿啊。老美自个儿把芯片产业全整自个儿家去了，高大力补贴，补贴1000个亿，补贴完了生产完了，一看卖不去的，没几个用的，只有咱家用啊。剩下那个欧洲人自个儿有，没几个用的。我没说吧，你他妈那老美产的芯片，你上非洲谁要这玩意儿干啥呀？能当饭吃啊？
啊，能当饭吃啊！你这玩意儿，感谢我圣托哥刷大飞机。所以说，七哥说啥呢？老美现在破防能破到这种程度，七哥告诉你，昂萨犹太穷途末路了，穷途末路了，没别招了，没别招了，只能是就是属于在嗝屁之前做进一步的斗争。完了，紧接着爆出来，美国将拨款16亿美元用于在全球，听好了，全球各大媒体黑三江。今天这消息爆出来，很多人感觉很炸裂。七哥告诉你，不用炸裂。首先，16亿美元，你感觉很多吗？老美在宣传口径这块已经急速下滑了，已经没钱了，掏不出来了。以前都上百亿的，一年都大几百亿，就16亿这级别都不够本的在咱家渗透的，都不够日本的啊！老美向全世界告诉我，他妈花16亿花少了，没钱了。这16亿有没有说到咱家大侄子手里边？那16块钱都分不到，为啥呀？全球抹黑呀！老美告诉全世界啊，新能源我干不过他，我加他关税，干不过他，那你咋办呢？啊，我全球抹黑他，我全球抹黑他，什么意思？咋的？我工业实力干不过你，我嘴炮还干不过你吗？啊？老美这种东西敢高调的爆出来，你置中国与田美的这帮投降派与贵族于何地呀？我问问你，老美，本来他们就人人喊打，这回他妈地缝都得钻进去啊？玩呢？老美，你玩的这么高调，你给大侄子留点活路行不行啊？啊？你这回以后都知道了，大侄子第一。啊，16亿美元，我一毛钱我也没捞着啊！你干啥呢？第二，你给我们爆出来了，这以后我怎么玩啊？给大侄子整急眼了，回头就喷老美去。我跟你说，这种可能性很大。老美现在玩的啥呢？我没说吗？自90年代开始，全球最他妈喜欢老美。你看咱家给美国起个名，起个叫美国，叫日本的给美国起名。叫米国大米那个米，我说没有中国人更爱美国了，什么美国梦啊，什么好莱坞啊，各种人物，没有比中国人更爱美国的。但美国这个强盗自个儿把面具撕下来了，他玩这种对抗，老美这么多年就说白了，他这么多年在咱家花的，制造舆论思想钢印的钱全部打水漂，什么用都没有。什么用都没有，最后搞成个对立面啊，更能促进咱们内部统一战线以及民族觉醒。你看你七哥看问题看得深不深？老美这么破防，实际上是咱们的战略诱骗，就让老美自己亲自把面具撕下来。哎，咱们不逼他，让他自个儿撕，这回让全世界看到。让咱家的大侄子看的，让咱家普通民众看的，兄弟们，我没说吗？咱们反霸权不是光军事，那方方面面，这是个思想钢印、文化、历史，整经济，完了再加军事、美元的，这太多了。因为啥？老美虽然综合实力不行了，工业不行了，但你不能说的啊，军事上常规战争整完了就完事儿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在各个方面让老美在全球全爆出来，让他自己破大防，让他自己破防之后，让全世界都看到他的嘴脸，就告诉他这货不但不民主，不但不文明，不但不是穿着燕尾服，实际上这货是个强盗，是个流氓。让他自己把自己这么多年包裹的什么价值观，所有的东西自己撕下来，这就是东方的战略。东方战略就在这儿，对，不是我给你撕，我撕下来没人信，因为啥呀？思想钢印年头太多了，没人信。二一个，咱家生长在和平时间太长了，咱们从朝鲜战争到现在80年立国之战。和平时间太长了啊！咱打这场仗，就很多很多民众或者很多人已经被咱家那个包裹下变成一个小孩了，就咱就外部这是常年没断过战争，咱家人都被包裹成一个，哎呀我的妈，那都不行了，就是得哄着来了，就得让咱家这帮人看到包裹的这
无脑了都，啊，认为这世界上本应该如此。所以说呢，咱家多极化，做多极化这些所有的反霸权，咱得需要一个流氓，需要个对手啊，要么你反谁呀？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么多年的和平下，外表的包裹下，让咱家人呢生长在和平这个大环境里边，时间太长了，所以说需要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和平？首先，咱立国之战打下来的独立自主，咱老一辈的付出，老一辈付出这么多年，前30年为了独立自主，不惜跟美苏正面硬刚，那几乎是美苏那蘑菇核武器就悬在咱们脑袋上，但是咱们也不再怕的。两代人的努力，到今天，给你这种和平的包裹下，经济急速发展，最后有一帮人要投降，这还了得？啊，付出两代人打出来独立自主，这帮人要投降，这还了得？所以说呢，必须让咱们民众知道这个流氓的本来面目。明白七哥说啥意思吗？对，所以说呢，我就告诉你一点，所以说老美气急败坏，把这些所有的关税啊，所有的定下来，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不是坏事，不是坏事，记住七哥这句话，让老美一步步撕破脸，让老美一步步把面具摘下来，最后咱们看得更清楚，全世界人看得更清晰。哎，最后咱们怎么做，怎么对抗，接下来怎么玩，那就是顺理成章。明白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气急败坏的不是咱们，是他们。他们这么多年刻画的民主、自由，所有的价值观，在这一刻全没了。自从巴以战争之后到现在，所有的全没了。啊，你犹太跟昂萨的全世界玩的这个花花啊，玩的太花花。所以说，七哥说啥呢？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主要的点。咱们关键是啥？能到现在，关键还是实力，还是七哥那句话：老一辈儿打下的红利要没了，这么多年让你稳定的发展40多年，前30年的独立自主打下来，立国之战、朝鲜战争，到接下来交给咱们这代人，那就是立威之战，就是单极向多极，打通欧亚，整个战略层面，这才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他们已经气急败坏了，但是你玩了个嘴炮，还拨款了16亿美元，什么全球抹黑，这些不重要了。敌人能用这个东西去公开，代表敌人真完犊子了。嗯，想称之为咱家的对手，有点不够资格。敌人要真有两下子，就像1840年似的，像英法似的，开几艘。舰艇过来搂几炮，打几炮，现在的敌人不敢了，只能玩嘴炮了，不敢了。无论是贸易逆差、内部通货膨胀、外部去美元，所有的都在这摆着呢。所以说现在，现在这个基础点，七哥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敌人穷途末路，昂萨。犹太的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不多了，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呢，他们破防，咱们能理解，因为我了解他们，从大航海之后，我就了解他们是本来的面目。但是好多民众不了解，特别是，90年代之后对咱家的这种思想钢印的渗透，哎，慢慢慢慢，大家都会了解，都会了解，这就是个强盗，他只是穿，哎，他只是包装了一下，但他依然。是强盗，这才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无论他们怎么玩，这一点都在这儿呢。当然了，我说了2天，咱家商务部带着去欧盟，去欧盟了啊！咱们想，谈谈这个关税事儿，欧盟竟然没接受这个事儿，咱家给他释放出极大的善意。啊，甚至之前8个城市的咱的医院，也开了，给欧盟释放出极大的善意，但竟然小马克虫，他们这一帮没同意，完了欧盟主动降息给老美填血包，
看好了七哥接下来说的话。完了，三德子又派军舰到台海来了。完了呢，还大张旗鼓的宣传一下，看好了啊，小德小法，咱们对他们，我用四个字儿，仁至义尽。说白了，七哥一直说，欧盟里边独立自主的，就是他不算独立自主，半独立自主的，是小法法国。完了呢，还有点脾气的，稍稍虽然被渗透的严重，是德国，因为第一大工业嘛，在欧洲。我说过，他俩在战后格局当中想上牌桌，一定是拉拢，或者是跟咱家示好，因为美俄没人想和他们好，美俄那是不把他们掏干净了不算完的。他们夹在美俄之间，明白吧？所以说呢，那他们竟然这么玩，他已经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中东大战马上开启，中东的能源在被切断，那咱家的整个商品，接下来再玩反倾销，欧盟没未来，最次是个解体，欧盟解体。完了，沦为南美国家，或者沦为非洲这种国家，沦成第三世界，这个事儿，七哥告诉你们，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最次沦成南美那样，最后军政府这些来了，啊，完了，再不行就沦成非洲这样。你记住七哥那句话，战后他们想上牌桌，费点劲了。咱家不提携他们一下，基本上给桌底下呢，菜单只能成为菜单了，别的地方好像上不去了，上炕好像都有点费劲了。对，所以说呢，老欧洲不管怎么玩，这波操作能证明一点：老美对他们的极限的控制，老美到破防的时候，对他们的极限控制已经不是控制了，是威胁，就是你跟也得跟。不跟也得跟，这是主要的一点。所以说呢，大家一旦明白这一点，所以说老美现在啊，又对罗马尼亚大规模出口 F-3570亿，价值70多亿美元。罗马尼亚这块已经部署了，罗马尼亚挨着黑海的这块啊，从上边到芬兰，到下边波罗的海三省，到波兰，再到罗马尼亚，再到黑海，北约。各式军演，德国内部也军演，现在几乎军演已经跟俄军重叠了，实际上就是战前的预演状态，欧洲非常之紧张。现在所有的点都归结到一点，就是美英必须得挑起来这场战争，必须把欧盟送到这个火葬场，给他们埋了。啊，无论他们就是美国，就到最后再不济也得把欧盟干稀碎，啊，消耗一波俄罗斯，最后打不赢直接滚回北美啊！如果说哎呀能整赢了，那更好了，连欧洲在俄罗斯一起收割。当然这是美英的小算盘，不会成功，因为还有咱家呢，这一点对不会成功的。所以说现在。他们上战车，咱家也是过去跟他谈这些经济贸易的事儿，咱家已经给他做到极大的一个让步。咱说一句话啊，七哥说一句话，什么呢？小欧能起来，欧元能跟美元对抗，是踩在苏联的尸体上，明白吧？发展起来的所有高福利都是。他们是在苏联东欧巨变时候搭上这种便车，所以说呢，老美二战后给他们马歇尔计划以及苏联解体，他们吃的五饱六饱，完了最后又要整欧元，对，反过来对抗老美，完了跟俄罗斯眉来眼去，拿着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用欧元对抗美元，所以说这帮货老美收拾他们活他妈该。不怨老美，你记住七哥这句话，给他们
全部踏平了，都活该啊！活该他妈！刚他妈吃饱了，想一边想对抗老美，这边又想跟俄罗斯勾肩搭背，最后北溪管道一炸了，直接吓得跟孙子似的，没有一个站出来敢说这是美国干的，包括三德子、小法，没有一个敢说。那他妈三德子投资多少钱？北溪管道，所以说老美这么收拾他们，咱们掌声啊！二一个，老欧洲、西欧这帮货是最早的这世界上的坏种，老美就是他们演化出来的。对，彻底的大变局，我告诉你，必须得带着他们。他们想吃香喝辣，看来是没机会了。老美就是想把他们彻底五花大绑推到俄军前线去吧，当炮灰去吧。把赞给我搂到50万，兄弟们，不，50万不是现在都50万了，搂到100万，兄弟们，对吧？欧猪以后就叫他们欧猪啊，就是脸给的太多了，脸给他们太多了，他老拿自己当回事儿。咱们呢，接下来就得明确的告诉，想打败俄罗斯，就你们这几个屌毛够资格吗？啊？自己家内部都乱成啥样了？会不会拿枪啊？你们呢？啊，你那 LGBT 搞得挺花花啊？就你们这帮货还能打仗呢？啊，你们还劲儿劲儿的，还想瓜分一下俄罗斯呢？太不知道几斤几两了，他们呢？这是不是跟老美似的，天天幻想着啊，我是二战前、一战前的。我是帝国，老美现在啊，我是二战，我是冷战时的老大，天天做梦呢，啊，天天做梦呢，真是梦里啥都有啊，梦里啥都有啊，兄弟们，啊，冯德莱恩就是整个欧盟里边的缩影，所以说还是七哥那句话，给脸不要脸，那就不要给他们脸了啊，不要给他们脸了。那老美既然想五花大绑给他扔上战场，那咱就举双手赞成加鼓掌啊！来吧，美俄欧给我消耗吧，来他个天荒地老，完事儿，磕去吧。欧洲，对，这个确实是啊，就是啥呢？真正的博弈也开始了啊。给咱们还是那句话，七哥告诉你们，给他们上牌桌的机会了，他们自己不接，你怨谁呀？感谢大头鹰啊，感谢感谢，他们自己不接，那跟咱们没关系了啊。完了就是啥呢？梅德韦夫、梅德韦杰夫姐夫今天说的原话啊，我接下来说的原话不是我说的啊，听好了，你们听好了啊。有人问啊，对美英。放开对中远程导弹对俄罗斯腹地的打击，你怎么看？梅姐夫的原话啊，莫斯科的任何耐心都已经耗尽。然而，傲慢的盎格鲁撒克逊畜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的蘑菇反击的忍耐也会耗尽。原话啊，兄弟们，原话啊，那不是我骂的啊。虽然我以前也这么骂过啊，所以。现在是属于啥呢？七哥告诉你们，准冷战就是全面热战的铺垫，这回明白了吗？所以说呢，昂萨确实没时间了，他们太着急了。今天七哥再给你看一个，
我先给你看个小视频，我先给你们看个小视频。这个是昨天晚上真主党暴揍以色列军事基地的其中一个角落，从黑天一直干到白天，干一宿，给以军干成近100人的伤亡，前两天刚干掉22人。干一宿啊，火箭弹加导弹，各种干。我说过，世界上最大的忍者神龟就是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没招了，今天开紧急会议，诉苦了，说了自十月，去年十月八号以来，为啥十月八号？因为十月七号是巴以战争的开始，十月八号以来，珍珠党一顿暴锤以色列，一直锤到今天，完了急眼了啊！珍珠党们，完了，还有一点，七哥告诉你一点啊，最搞笑的是啥？最搞笑的是啥？今天内塔尼亚胡诉完苦之后，珍珠党这边来劲儿了，边境人全往出撤，珍珠党要撤离10万人，10万饥民。珍珠党在黎以边境打造战场了。你看七哥说的这个事儿，七哥早就战略预判了，就这个地点开战，我早就说了，我没说吗？不是中东没卷进大规模战争，因为啥？是因为美国、以色列当忍者神龟，人家天天揍他。真主党这边开始打扫战场，10万居民大撤离，以军等着他，口袋阵已经布完了，等着以军陆地面部队过来了。哎，来吧！过来吧，开干，再不干我天天炸你，对格兰高地的炸了。所以说现在啥呢？今天以色列内阁在地下室开会，开完会直接爆了。美以色列国防部长说，将要从加沙抽调地面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大规模开战。这句话他们已经说了，我的耳朵都茧子都长出来了。完了，今天咱家直接发言更狠，对小乙勒的要多紧啊！咱家要在联合国召开更大、扩大化的两国方案会议，而且要拟定两国方案的时间表。很多人不明白呀，就是内塔、以色列、美国。哎，你们被揍不还手是不是？装怂是不是？好嘞，我帮你定了，我帮你定时间表。对，两国方案，我帮你定时间表。我看你内塔接下来怎么办？你要不把老美这个大鱼钓到中东内塔，我就先把你物理消失了。我直接定时间表。啊！你们玩你呢，我给两国，我先给你划分了。勒的太紧了，之前七哥做个演示，没事儿就内塔就得给他勒着，哎，让他喘不上气儿，他就找老美，老美你快救我！老美这条大鱼必须给他钓到中东，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对他们的勒得越来越紧，完了呢，现在整个珍珠党战场都打扫完了，就等着以军来呀！别天天吹了，
别咬牙切齿吹牛了，来呀来呀，我天天揍你，你倒是揍我呀！就现在，就是明着就这么告诉他呀，敢不敢干呢？忍者神龟，以色列。所以说现在还有道具，对，时间差不多了，所以说，现在这主体的点啊，不管咋说了，这块勒得越来越紧，时间表两国方案都快整出来了。那就看咋玩了。接下来，那你那啥，你挺不住啊？你所有人现在关键的一点，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珍珠党打扫战场。为啥珍珠党最近你们没发现吗？珍珠党最近的炮弹都这么多呢，弹道导弹这么多，全他妈伊朗给，伊朗狂狂运。伊朗昨天承认了，我全给。给老多了，防空的啥都有。哎呀妈呀，黎巴嫩真主党鸟枪换炮，不光有导弹，防空的啥都有啊，还有中俄的维和部队在那儿，还有瓦格纳、伊朗革命卫队，这啥都有，要啥有啥。你是要啥吧？主要你奏效已，你要啥有啥。对，鸟枪换炮了，啥都有了。完了，开始打扫战场了，10万正规军等着。完了，加各种指挥官，这里边指挥官有伊朗革命卫队，有俄军国防部，有瓦格纳，所有的点全在这儿，就是等着小以来呀，来呀，来呀，以色列来呀，来呀，来呀，咱干一下子，你不干是不？不干，我炮道，我的炮弹管够，天天一宿一宿磕你，要不然你戈兰高地的军事基地全得一个个被拔出。以色列边境这边的侵占的定居点已经撤走了将近10万人，实际上两边这块战略纵深都整出来了，最起码有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完全够你俩磕了。战场打扫完了，而且这块以军你不牛吗？说进加沙不能消灭哈马斯，进去就被。单兵抱坦克说的，哎，加沙地缘不好，全是建筑。好，珍珠党这块给你打扫的好，干干净净，啥也没有，寸草不生。来吧，咱正面刚看看以军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扛不扛揍就完了。我给你打扫干干净净的，扛不扛揍就完了。你有两下，你现在就派兵过来。还是七哥那句话啊，这就是大三角战略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就以珍珠党来磕他，刺激他，刺激他。所以说，以色列今天内阁开会，说必须要与珍珠党开战。完了，美国那边紧接着发言啊，双方不要扩大战争。老美这货，民主党啊，就是想压中东的活。以色列那意思，你挨点揍，挨点揍吧，慢慢放点血，没事儿。我要玩把大的，我要上欧洲，我要先把欧盟五花大绑推向俄军战场，完了我回来再救你。你别，我要先上中东了。那欧盟不能五花大绑跟俄军干，那他妈欧盟跟俄军该握手言和了。他俩瓜分乌克兰了，那不完了吗？这是老美迟迟不下场的直接原因。老美下场行不行？行，得先把欧盟绑上，先干。内塔受不了啊！你这么玩，我天天挨揍啊！所以说现在在赌啊，所以说现在这个，但是不管咋说，泽连斯基、内塔尼亚胡都是老美的掘墓人，这个到啥时候你都得感谢，咱们建筑这俩二圣，一定要保持尊敬的态度，我的铁粉听好了啊，没有斯基能有今天快速去美元吗？人民币能这么快速？国际化吗？没有司机能顺利拿到中基乌铁路，拿下中亚吗？没有司机能拿下远东吗？啊，没有司机金砖能扩容这么快吗？没有司机哪来的一沙和解？必须保持尊敬，不能冷嘲热讽。给我听好了啊，开玩笑呢吧你啊？司机那绝对是好同志，
内塔更是好同志，死咬着老美往中东下场的谁呀？只有内塔呀！咬完了，老美还不敢吱声啊！中东全完事儿了，伊沙和解了，巴勒斯坦14个组织统一战线了，沙特与叙利亚互相开大使馆，唰都完事儿了。中东就战线都统一完，就等以色列上钩跟珍珠党干了。干完了，老美这个大鱼就掉进去了。那接下来车轮战了，开始了，啥都完事儿了。没有内塔，中东能大团结吗？不感谢吗，兄弟们？我这话说的没有一点冷嘲热讽的意思。你没有他俩，你去美元这些东西，你最起码延迟5年到10年。我告诉你。这俄乌战争才2年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呀，这不都是因为司机吗？对呀，所以说好多人不明白，这才是反霸权的先锋，这才是霸权的掘墓人。这也是大地一直留着司机的原因。大地连北约指挥官的军事学校，甚至北约指挥部的在利沃夫乌西地区的地下钻地导弹都能准确到达。你真以为大地不知道泽连斯基在哪儿啊？他天天给基辅横逛，你以为不知道啊？以俄罗斯那情报，想拿他人头早拿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的事儿，这货得留着。我告诉你，这货未来得颁奖状。内塔更得保住了。你开玩笑呢？能跟正面跟美国正面撕的只有内塔，舍不得呀，那真是啊！你开玩笑呢吗？这是二圣。三等功，开玩笑，至少一等功，至少一等功。对，这里大变局，这是功劳太大了，兄弟们，就是咱这个可没有一点啊，没有一点。接下来的战略又来了啊，大连海事大学正式成立琉球研讨会，琉球，琉球来了。琉球的战略预判是最早是7个，是吧？最早我拿出来的这些东西在直播大直播间里边啊，七哥说了一个啥？上边的远东，下边的南海，左边的中亚，右边的琉球，先远东后南海，然后中亚再琉球，拿琉球正式拿。研讨会的时候，代表其他三个地方差不多了，啊，远东上面拿下啥呀？资源、能源，啊，中亚呢，打通"一带一路"的关键环节，中吉乌铁路，啊，到达西亚，下边呢，南海稳定中东南亚，啊，咱脚下，完了呢，最后全完事儿了，干啥呀？咱们西边最重要的战略环节，琉球。西太平洋的琉球出来了，咱们加紧了这块开始了，明白吧？所以说呢，咱家干啥事啊，都是稳稳当当，一步一步来。对，一步一步来。很多人老着急，说七哥琉球的还没，这不来了吗？这一步一步上条子吗？啊，你得其他地方稳当的。10月份中吉乌铁路开始了，开建了就，啊，10月份就开始了，这块先准备了。远东这块刚签下来上万亿的大单已经完事儿了，结束了。下边缅甸内部的整个电诈已经平完了啊，接下来达到一个战略平衡，缅甸这完了，柬埔寨的运河已经开凿了，给柬埔寨的056的舰艇也接下来也到位了，所有的全部安抚完之后，南海用海警彻底孤立菲律宾就完事儿了。啊，完了，这些东西打扫完了，下一步
西边琉球。哎，我真想拿地球仪画一下子，我现在整俩我画不了，兄弟们。哎呀妈，我这手都痒痒了，上下左右全得完事，我画不了，现在有点啊，兄弟，对，所以说呢，很多人说战略这个东西不要着急，你们老着急，这回不就来了吗？对呀，啊。画呀画呀，好，那我画下了啊，咱画下吧。来，兄弟们，上边远东，左边中亚，下边南海，最后到琉球。这回看着了吧？这回看着没有？啊？这四个地方。全部打通，现在柬埔寨运河下边缅甸全部拿出来了，这几个点整个战略起点算出不出来？啊，这回完事儿了吧？德国事儿讲了吗？讲了，我不能画了，再画不行了，人他妈有点多，再画不行了，兄弟，咱们不能画了啊，好吧，嗯，四面开花，四面出击呀，对呀，所以说这回明白了吗？全通了吧？这回我没说吗？咱东方玩的整个战略来说啊，七哥告诉你们，从来都是稳扎稳打远东这块基本上签完了，全完事儿了啊。咱们总理过去了啊，全完事儿了。中亚这块呢，大帝跟咱家签完中俄联合声明之后，大帝亲自去的乌兹别克斯坦。大帝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后的7天，宣布中吉乌铁路正式开业。完了，紧接着电诈集团全部覆灭，最后打通皎漂港。完了之后，柬埔寨运河全部搞起来，稳定住咱们脚下，就稳定住南海。记住七哥这句话啊，这是主要。南海这些东西全部铺的差不多了，最后一站也是最关键的西太平洋琉球群岛。这也是咱们的第一防线，明白七哥说的啥意思吧？对，所以说呢，所以说现在，印度啊不是，三哥这块现在已经谈完了第31轮，三哥谈的还挺高兴啊，三哥这块没啥事儿，制造中印边境的这个谣言是老美故意的，完了这帮人嘛拿着外网的所谓的。假新闻上咱这一顿的制造中印的矛盾，这块现在问题不大，还是七哥那句话，啊，能当老美真正代理人，能跟咱家还能比划两下子的，两下子啊，多了一下都没有，就是日本。所以说这必须两头开始，中俄的军演就在南千岛群岛、勘察加半岛围绕日本，啊，上边加下边两头锁死。一个是琉球，一个是南千岛群岛，两头锁死，先把鬼子憋到他本土四岛里面，明白不？是这个意思吧？拿琉球说事儿，未来就是西太平洋战略一环。还是我那句话，琉球永远都是咱家沿海的第一防线啊，第一防线。咱家的东风快递早晚要到达琉球啊。当然了，第一波到达的是先了美日的军事基地，啊，第二波到达的是利那块儿，是咱们沿海整个沿海的战略纵深。第一波到那儿是豹的，第二波到那儿是利那儿的，哎，它不一样的啊，这是一定的，行不行？对，所以说呢，琉球它是咱家的战略纵深延伸。西太平洋1000海里，琉球出去就正式面向太平洋，明白吧？琉球防线拿着上边遏制本子，下边遏制菲律宾，前边遏制关岛，下边延伸到台海，一直到南海。这个战略要地是必须要拿的，没有二话，这是必须要拿的。但拿它的前提下，得是需要
动作的，拿他的前提下，必须把资源、能源，把“一带一路”的贸易先搞起来。这就是中基乌铁路的重要性以及远东的重要性，源源不断的从陆地上给咱们输送能源、资源，这样工业化持续的运转，最后在西太平洋开裂，这就是利威之战。琉球最好的一个自治区，别搞复国。那你放心，咱家不会那么干的。琉球复国啊，复国，咱们以保护国的一个身份驻军，最后，一定是复国的状态。记住七哥这句话，咱们反霸权不是成为霸权，不能上那儿直接拿去。你拿完了，你跟美日还有什么区别吗？必须是复国的，好吗？他是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我是他的保护国，明白了吧？是这样的啊，你别整反了，你那么玩，你不又成老美了吗？对，好吧。所以说你们看问题啊，你真是你不了解东方啊，东方不可能那么干的啊，东方不可能那么干的。对了，反霸权不是成为霸权，你记住这句话。反流氓，你不能成为流氓。所以说呢，七哥是啥呢？还是那句话，战略方面上下左右全得安排完事儿。最后，特别是远东这块开发以及中亚的打通，就意味着西亚。西亚是啥？西亚那个地方叫中东，中东就剩一根钉子，马上就完事儿，就解决它。因为两国方案的时间表都快整出来了。马上就整完这个钉子，这个钉子是谁？就是以色列，明白吧？这块一打通，整个红海、苏伊士运河全穿过去，从地中海到欧洲到非洲全部打通，啊，就没有障碍。现在这一个障碍就是它。当然了，印度洋上有一个跳左右横跳的三哥，当然了，三哥这块现在先不愁啊，三哥也想在大变局下多玩点，他也不可能给老美当炮灰上去跟咱家比划，比划完了他第一个挨揍啊。三哥虽然吧，有时候做事儿你不理解，但是呢，莫迪老仙吧，他也知道他不可能当炮灰去。哎呀，感谢琉球群岛刷的船员券啊，这是现改的名字咋的啊？行了，咱讲芯片吧，咱讲芯片吧。哎呀，荷兰这个半吊子，跟咱家呜呜喳喳的被老美压了。咱家工信部今天爆出来了，8纳米，整出来了。老美大力补贴，一顿补贴啊，又8纳米，又5纳米呢，这那个呢。老美一顿补贴呀，咱家是不是得干成9块9包邮啊？干成白菜价，直接把老美那些搂到家那个芯片产业直接给他干掉得了啊，全给他干碎了得了。啊，光刻机也来整了，完了7纳米，光刻机啥都来了。我七哥，我再反映，我再给你说一下，回头我再给你讲一下啊。光刻机的时候，我再给你讲一下，什么叫战略诱骗？什么叫战略诱骗？这回你们是不是想到说七哥，你说这战略诱骗有点太扯了，全网没有一个大 V 这么说过，只有你七哥说。这回你们信不信？咱家就都是他们玩。哎，给豆豉鸡养了，他们啊来装把犊子啊！我制裁你，我不向你出口。这谁呀？感谢刷的一号，感谢暖洋洋。对，这回你说吧。他们一制裁，咱这块就爆出消息啊！原来你有啊，早就有，只是没爆，逗你玩。但是呢，是你制裁我的，我才有的。你不制裁我，我能有吗？全怨你们，你们玩的，这叫战略诱骗，这是高手。咱家要直接爆出他们破防了，大侄子都得破防。所以说战略诱骗，这回还信不信？每次都是他们一急眼，咱家哐也出来了。哎，以前咱没发现你有呢，你怎么能一下就出来呢？逗你玩呢，不光出来了，我还得上全世界吊打你去，我还得跟你竞争。你不卖我，这回我卖向全世界。
就跟七哥说的，美西方征新能源税保护自己那个所谓的那点燃油车，他能保住了吗？他们不明白的一点是什么？咱们在乎他那点市场吗？啊，他们整个燃油车都保护，咱是上哪儿啊？上非西方国家吊追着干他们的燃油车，这是主要的，让他们来上关税，让他们给咱们代言，越代言咱这玩意儿越火。咱上非西方追着本田、丰田、奔驰、宝马追着他们干，咋的？世界上就你不卖你们卖不了了，而且你们的车不在我家生产吗？不都？你大众不给长春建的厂吗？就我就给长春啊，就给范家屯建的厂，刚投好几百个亿。啊，你不得造新能源吗？你不得给我这出口？你马斯克牛逼，你给美国这，你给美国整个，你连订单都整不出去，你不得给我上海建吗？你那产业链咋玩儿？特斯拉到咱家哐哐降价咋来的？以前给美国产特斯拉都卖他妈100来万，最后干卖他妈白菜价20多万，你不知道因为啥呀？因为产业链，全世界最全的一个产业链。能给你的价格打最低，所以说他拿啥跟咱们竞争啊？你自个儿的企业都得往我这儿跑呢，你还装犊子给我新能源关上大门了，那你就关门你自个儿玩去吧你。特斯拉以前给美国建那老破厂，你妈全球订单他妈一辆车交不出来，以前等他妈特斯拉车等他妈的一两年都看不着一辆车。那贾跃亭给美国整那个 F11，他妈整什么玩意儿？这多少年了，才整出几台车来呀？咱这产能哐哐10万辆，10万辆交，光他妈华为问界 M9 10万辆交，昨天比亚迪腾势第9第20万台客户正式交易。王传福，王老板直接到现场，20万辆，刚出来几天，现在他妈的腾势第9都满大街都是了。现在所以说他们还跟咱们玩比比划划呢，兄弟们。所有的战略图片就在这儿呢。嗯，这也是咱们提前布局“一带一路”的主要原因。美西方早晚的跟咱们玩这一手，他卡你脖子卡不住的时候，他把自个儿那小家就关上了。他先啥卡你脖子，哎，卡你脖子卡不住，卡不住把自己闭关锁国。咱们“一带一路”的战略就是应对这个的。这早就咱就10多年前，就20年前，咱就知道有今天。这就是“一带一路”的作用。再过，咱别多，再过2年3年，俄罗斯满大街全是中国产的汽车。现在中国的汽车进口俄罗斯不占份额90%，虽然有一些大侄子说俄罗斯大街上跑的全是日本车、德国车，嗯，他们给那卖他妈上百几十年了。大侄子，能不能动动你那个脑瓜子呀？虽然你的脑子长到脚后跟上了。他卖几十年了，咱们刚去，你用2、3年，满大街都是。大帝那车队里边现在就有啥车，你知道吗？大帝的车队，坦克700，嗯。帅不帅嘛，兄弟们，手机也是，很多人啊，华为出了3折叠，哎呀，太贵了，不是吗？那我也是，很多人没看清这里边事实。咱不说这里边的技术啊，还是全世界各种第一啊，咱不唠。很多人没看清楚，华为拿到的东西你们不知道叫啥，
不单纯是手机，苹果劲儿劲儿的还跟华为竞争手机呢。苹果你就是个玩手机的，华为玩的啥呀？鸿蒙系统，拿上鸿蒙系统，你就得你的所有汽车，你适配的就得是华为手机。接下来的所有新能源全得对接鸿华为的系统，以及智能家居，这是连套的。未来是智能小区，小区里边装套全是华为，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手机。手机是人身体的一部分，汽车是人的影子。家、家居、智能家居，那是人的家。这三个拿到了，未来是华为是全世界第一大巨头。那是单纯手机吗？很多人没明白，而且这才智能化 1.0 版本，接下来 2.0、3.0、5.0 直接全智能了。很多人没看这里边东西啊。那苹果就光造手机，它有啥呀？汽车，汽车造不了，啥整不了。华为那不是啊，它是鸿蒙的，鸿蒙的连接上到天上的卫星，下到你住的那个窝，以及你拿着手机开的车。比亚迪为什么战略联盟对接华为的智驾呀？比亚迪自己好几千人的智驾团队也有，你最终你肯定你通信方面哪有能干过华为的？而且比亚迪跟华为连接，这是国家战略呀。万物互联嘛，这不是？所以说很多人不理解这里边的东西呢。不是说苹果造不出来这种三折叠，三折叠你造，你加工厂你得造中，你得到中国造，你才能降低成本。你在印度你咋造啊？你给印度造，你造完那玩意儿成本得10万，你卖谁去？苹果不是不想改呀，产业链不允许呀，中美博弈到高烈度了，未来苹果怕给咱家挨收拾啊，他敢吗？只能偷偷摸摸搬走了，搬走了组装，最后给咱家再进口出啊，出口到印度。他组装印度只是个组装的，但是你所有上下游还得给咱家整啊。光刻机突破，什么7纳米、5纳米，接下来全整出来，玩啥？你美西方有啥玩的？我没说摘的，啊，美西方的工业明珠摘的跟葛优似的。还装犊子，说他们大破防就在这儿，他们大集体大破防。对，不是，咱不说苹果是老年机，苹果手机有一定的用户，苹果手机是没问题，咱不说别的，也卖那个价也是值的。我就从战略方面咱说，他们华为跟苹果它不是一回事儿了。华为是通信，是鸿蒙系统，是智能万物互联。苹果是卖手机的，手机没毛病，它不是一个玩意儿了，它俩。对，它不是，你不能拿它对比了，苹果不行了。但是乔布斯在。这个还是那句话，乔布他们美国吃的就剩乔布斯这点红利，马斯克是个硬捧出来的，什么火星这那硬捧出来的，鸡毛事没干成，最后还得卖特斯拉。对，美国最后的一个科技树实际上是乔布斯，乔帮主，这句话永远都不为过。到现在苹果吃的红利虽然一点不改变，还是人乔布斯的，有乔布斯在，汽车早他妈造出来了。你想想苹果 iOS 系统加苹果那个 logo 全球的果粉，那要造出汽车要按照乔布斯那种极简风格，吓人不的。兄弟们，老美就连这个都作没了，玩政治正确给他们工业产业链全干没了。苹果没造汽车就代表老美确实完犊子。苹果要是在咱家，要是咱家的，那必然得给它连上了。
你苹果，你手机这么牛逼，你在全球唯独的 iOS 系统，你不造车，你不搞万物互联，你还哪有竞争力了？不是他不想干造啊，以前的概念车都整出来了，产业链不允许，成本太高。你的马斯克推到咱家才整出特斯拉，才大规模生产，价格才降下来的，这不搁这摆着呢吗？所以说，老美今天又争这关税，争那关税，你还玩啥呀？你跟个笑话似的。老美我没说吗？就是个流氓，流氓呢，但是进入老年了，坐在轮椅上，啊，还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就剩那一点气儿，马上就要没气儿了。我还制裁他，增他关税。我这么形容，嘎嘎的，这就是老美。还玩年他年轻时候冷战二战那一套呢？对，黑流氓已老了。还以为他是苏联解体时候那个风光呢，二战后全世界摘桃子那时候那种风光，就没了，啥都没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事实罢了。舆论战开始了，老美又拨款了16亿美元吗？没事儿，挺好的。老美要彻底把咱家的甜美大侄子们打到堆里边，让他们钻地缝里去。老美这真是的糊涂啊！我跟你说吧，全世界最他妈爱老美的就是咱家人呐。老美是活生生的把他们干成堆里边了。这么多年的思想钢印子全干完了，完了，老美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你说这不扯淡呢？16亿够干啥的？没钱，老美哪有钱？没钱，你能挤出点这玩意儿还行呢。人老美告诉你了，我干不过你，我干嘴炮，我拨16亿，告诉全世界，给我抹黑他。为啥老美公开的把那些通过的七个告你，老美抹黑中苏、中俄多少年了？说白了，老美已经形成产业链了，就这个款你必须得批。层层的塞腰包里边，所有媒体的老板叫资本家，每年得靠着这玩意儿活着呢。对，我得揣腰包，我给你写点评论，哎，我给你瞎写，胡编乱造。老美这叫产业链，这16亿美元，层层在老美内部就得干掉他妈15亿，剩下那个大侄子们能分个屁呀？16块他都分不着。这是产业链，明着给送钱呢，老美是 对，大侄子能分着啥呀？大侄子他们呢？就他那脑瓜还能分着钱？老美是已经他妈家底儿都快空了，财政都快空了，还掏这个钱，实际上给资本掏的，每年都得拨款，这是产业链，不给不行。大侄子，我几天没敲打他们，今天我这一说，评论区真干净，是都被拉黑了还是？大侄子今天是没睡醒呢，今天我直播都不知道吗？啊，我直播都不知道吗？很多露头就猛，
今天长春穿羽绒，今天长春降温了啊，降温了，秋天了啊。所以说呢，现在老美就是啥呢？科技术被摘没了，老美也放不出啥大招来。元宇宙啊，又这个什么，又火星啊，马斯克呀，要吹这长时间，又英伟达呀，这些所有都没整起来。就甚至这波音送太空那俩人，我没说吗？等他妈回来的时候，小孩都长大了，小孩都造出来了。就是天上挂那俩人，就告诉老美，就告诉全世界，我不行了，我完犊子了。就是，对，就告诉全世界，我真完了，但我不能让你们俄罗斯跟中国去接我去，我认可让他俩搁那块儿饿死了。我他妈我小脾气可犟了，我也得自个儿上去接去，我自个儿整去，前两，这一天呢，怎么着笑了？再不回来，小孩，所以说老北挺倔的，你老北这是面子上挂不住嘛。但舔个脸，前两天你们知道吗？又上俄罗斯发射场，美国的航天员跟俄罗斯航天员前两天刚上天。美国这些年一直借助俄罗斯航天发射往上送人，来人，花很高的价钱。那边跟俄罗斯打嘴炮，这边还得求着人家上天玩。这老美还不如当年的老苏呢，我发现。老美还不如那当年的老苏呢。还打问号？你打啥问号啊？这么多年一直，美国一直借助俄罗斯往上送人。你搜搜去，你还不信呢？这么多年都是，但俄罗斯也是很掏他，很掏他兜，也没少冲他要刀了。这送一趟挺贵，车费挺贵。马斯克用的不锈钢送，那谁他妈敢做呀？马斯克那玩意儿啊，马斯克上往什么火星，那不纯属是老美他炒作出来的？还是七哥那句话，上火星干啥去？干啥去？那玩意儿啊，那氧气也不足，上这干啥去？啊，全世界的富豪花10亿美元到那嘎达来回他妈大半年，上那溜达一趟，还他妈上不来气儿。干啥去上这儿啊？完了，你妈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呀？有去无回的玩意儿啊！妈的，最近的距离他妈火星到他妈地球还得5000万公里呢。你他妈是富豪，你敢去啊？还得花他妈10亿。马斯克真正的价值是炒作特斯拉，这是犹太资本给他炒捧起来的，拿他来炒作新能源。特斯拉还没卖出几辆的时候，市值都超过奔驰、宝马了。他赚钱的是靠这玩意儿，那个都是噱头。完了，大资本拿这个往里砸钱，最后割韭菜。这玩意儿你不以国家力量来玩，你能玩得起来呀？你是阿凡达看多了吗？你是？
预测一下亚洲哪里像点火？亚洲是亚太吧？亚洲那大了，还点火？咱这块点不起来火，暂时。我看咱家近两天香山会议采访，那底气都十足，还是七哥那句话，咱家和平久了，很多人都麻木了，和平的被保护的太好了，但原因就是咱家一直处于战备状态，你才能和平。紧张归紧张，还是那句话，敌人不敢放第一枪，啥事儿没有，他们敢犯，直接就给他一招会了，就完事儿了。敌人不敢放，咱就当着这玩儿呗。这其他两个战线整死他们不好吗？啊，给他们扔到乌克兰战场不好吗？给他扔到中东战场不好吗？非得给咱家门口扔啊？那种造言、谣言，别他妈相信。亚洲无战事有个前提，有个前提，听好了，听好我接下来说的话。欧战开启，中东美国美英下场。如果说抵抗之虎与伊朗抵抗的不是那么厉害，欧洲俄罗斯抵抗的不是那么好，八零后把战场去派人过去帮忙，咱家也许会开启第三线，是拿飞猴还是拿癞蛤蟆？为啥这么做？这么做不是为了咱们这块，是分散北约兵力。围魏救赵，听好了，如果能用支援性的武装中东、欧洲两项战场，能达成战略牵制与长期消耗，咱们不用动。听好了，因为你们看问题，你要明白三线。欧洲、中东加亚太是一体的啊，不能分开来看。听好了啊，这是一体的、联动的啊。对于中美俄都是如此的啊。听好了啊，之所以这块一直没动，就是全球博弈啊。那应该直接去欧洲干他们，不需要。听好了，听七哥说。不需要咱们，直接去，咱会是第三国家。中东咱以维和部队的形式，欧洲咱是白俄，在白俄家，这都没毛病的。因为战略协作伙伴已经签完了，金砖峰会，俄罗斯跟伊朗签署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基本上大局已定了。接下来就剩土耳其跟叙利亚签完完事儿，沙特跟叙利亚已经大使馆都开了，基本上就是这一根扣，马上要祭死了。祭死之后就是壳了，对，这两天小乙被打惨了，一个基地死。刚才我刚给老铁们放完视频，揍的，还看看我的呢。这小乙也一天揍的，我现在管他妈小乙叫什么呢？忍者神龟。这其中一个军事基地的角落，昨天晚上黎巴嫩真主党从天黑干到天亮，没停，给小乙都炸翻了，上百人死亡死伤。今天内塔尼亚胡紧急开会，紧急会议。揍的，
这家伙还铁穷呢，现在买上了，今儿赶紧上三折叠，人不给我呀！那帮网红都拿了三折叠，没拿七哥当网红，以为讲军事的不讲我。实际上，我给华为、给比亚迪，像是新能源，咱家呀做多少年，多长时间广告了？我他妈现拍的，我买完腾势第九，我现拍的。我买 Mate 60的时候，我当着直播间好几万人面，我直接扔水盆里边去。这三折叠也不给我整一台，定还定不着。我看这两天这帮博主全拿着了，一顿炫耀。我讲咱家新能源，讲华为是最多的。我是以战略民族的角度讲的。那帮货谁能讲透了？我就问问他们。我以中美对抗、中美博弈来讲这个事儿，七哥，你睡了？亚太无战事了。这个无战事，咱不是说啥那啥，他们现在尽情谣言。七哥在舆论战上，我怎么说呢？我不能跟风啊，我不能跟风上这嘎达制造点这爽文啊，让大家听啊。咱还是以战略出发点，是不是？因为特别近期造谣的特别多，而且七哥，你现在咱们不管咋说吧，咱们讲那些东西，咱影响力也不小，是不是？而且白天切片。几百万人看切片，我就是我的现在的回放，一天都好几万人看，你别说直播间呢，所以说我是很谨慎的，兄弟们啊，你看直播间问的这些事儿，哎呀，渤海的那不是不中，七哥不是说的有一天没一天的播，我还是认为我自己做的事儿呢，我是舆论战里边，对我你管别人认不认是他的事儿，我认为我能直播到现在能。你直播间能有几万人看？我最大的价值，输出文化自信以及舆论战，我是一员。你认不认？我自个都认。我最大的价值就这个，以及七哥在做个自己的一个后会有期的一个品，能让我延伸的啊，粉丝们的支持啊，七哥带点货，完了东北农产品延伸我的战略。对，所以说我不能跟风整那些没用的啊，很多粉丝还老想让七哥讲这些有的没的，讲不了，讲不了。对，我要是那样讲，我没有铁粉，看热闹的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粉，哎，你一整这事儿，他们就走了，明白吧？我的铁粉咋来的？是你七哥一直像连续看我，像看连续剧似的。每一天的战略都是有连续性的，虽然有一些重复，但是战略这个东西你不可能说天天报新闻呢，是不是？你看老美今天加的关税，我以关税的完了背后的故事，用战略的方式阐述了半个小时啊。为什么它破防？这所有东西我把大家给它掰开了、揉碎了，让大家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官方爆出一条信息，我就拿这条信息，我就直接用战略直接就推演了。开始，对，所以说有一些重叠也很正常。那也我要不然我上哪儿整那些铁粉去？这不很正常吗？因为天天输出战略，还是七哥那句话，公众号那些大 V。一个星期写个两三千字，一篇文章，一年收你个399到1999不等，那多简单呢！我没说我要写战略，我这嘎一会儿我就写2000字。我是直播，对着镜头，没有任何草稿，现场发挥，每天将近2个小时。兄弟们，你要知道这个难度很大的，要不然整公众号那些大 V 讲军事的人早直播了，他为啥要整这些东西？因为你直播跟那个完全两码事，直播你还得有直播效果，你直播你一板一眼的讲谁看呢？你还得逗大家没事还大家乐，拿大侄子调侃一下，大家还得乐呵乐呵，还得有直播效果，完了你情商还得高。你各个方面完了，你还得
把这个内容讲的那接地气，用大白话阐述出来，大家都明白。完了呢，还有连续性，这是个很难的东西啊，这是个很难的，大家别感觉这很简单。对，你说七哥要不想这么累，我也整个公众号得了。我别说399，我收599，我一个星期写一条战略，我立马过去10,000人办，你信不信？多少钱你自个算。我一嗓子就喊过去10,000人，全部掏兜。你七哥就这自信。我为啥不那么做？那样我的影响力小。那样我的影响力就小了，我必须要扩大，因为我是舆论战的一员，我的直播一定是永远都是免费的，啊，我顺便带我自己的品啊，你不想买，你可以暂时刷到别人直播间，啊，我的铁粉支持我就留在直播间拍一单，这样能扩大咱的影响力，舆论战的一员。实际上早就有人说了啊，七哥，你那出版社都联系你，你那多极化。"一带一路"的战略上，你讲了很多了，整个地缘的东西，人家直接给你，啊，全给你直播内容给你符合完了，最后你稍微一做出本书，你这一本书上去直接就爆了，完了，你在公众号做收费的，七哥为啥都没做这东西？第二，我第一我不想要那标签，我写什么书我写书，完了，第二那样我影响力太局限了。我就要咱们普通民众啊，咱老百姓像七哥这一样的老百姓，咱们能听着大白话文，啊，影响力这样才能扩散。文化自信，我必须这个节骨眼上都单极霸权。七哥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替舆论能说一些自己想说的，站在咱自己国家立场的东西，我这多光荣的事儿啊！所以说，我看东西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的。对，我看都跟别人不一样的。对，直播出书，你七哥本来我老粉都知道，你七哥他是属于后天学习的，我是爱好这东西，我也不是。你现在这帮货，你有一些底层或者草根一起来，有一些草根一起来，那这帮有头衔的，就各种什么专家出来一顿痛批。你七哥现在还没有啥，咱站在自己国家立场，尽可能做到别犯错。等我犯错那天，把我那些之前直播内容全拿上来，给我一顿讨伐，这是一定的。我早就想过这个事儿。啊，这个大老粗，小学没毕业，下过煤矿，干过工地，卖过菜，还给这块给人家输出战略呢。天天到那时候黑我的时候，全是喷子。所以说，你七哥不搞那些标签，谁给我贴爱国标签不好使，贴不上，让我出书，滚犊子！我出什么书？我出书，我就卖货最接地气，我还得卖东北农产品呢。对，多少人死在这上了？我七哥说的对不对？到那时候，你妈喷子全来了，而且特别，我他妈骂他妈2年了，我玩战略预判的，能预判不到这些东西吗？所以说，想给我拔高，想给我架到火盆上烤，不好使啊。我就是个屌丝，还是七哥那句话，我直播就是娱乐主播。对，整点直播效果。我带货也不像他们是整那些没用的。你看七哥这样的坚持，就是啥呢？咱专场主要的出去，一年2、3场的茶叶，都在当地咱对接最好。你说咱家茶叶一卖，哪回不狂爆单呢？就啥？你七哥的信誉啊！你七哥是真为这事做呀？那帮货卖他妈茶叶，直播间29.9块，还又挣这挣那的，最后给自个儿全玩死了。你最后在别人评我，最后我自己做我自己东北农产品，我正常做农产品，这玩意儿吃力不讨好的东西，吃的东西你要知道，我坚持，我必须坚持，必须要做自己的东西，费精神，费精神头，费力，甚至费点前期费点钱，我都认，
我不想让别人给我贴标签。我要天天搁那嘎卖酒的话，这帮逼得喷死我。酒水深呐、啊，这个那个，七哥你不能整，你不能整，我也不能天天搁那整那玩意儿，是不是兄弟？我卖点吃的，我卖点黑土地的吃的，啥毛病没有？